各位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场比赛。大家好，我是英凯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九。大家好，我是陈鬼。咱们赛后还有粉丝代表队请求出战哦，快去 TT 云官博看谁家粉丝能够 carry 全场，为自家战队找回场子。加州的几乎激情非凡，激发高昂表现。微信搜一搜网卡助手，免费领取赛事官方团战卡，更多福利等你来领。看 KPL 下季赛上哔哩哔哩55号直播间，点击直播间右下方热议带话题发表观赛评论，划分1000元 Q 币投稿 KPL 激励计划话题活动，还有机会瓜分30万现金大奖，快来参与吧！无障碍观赛功能升级，字幕手语两种选择，云鹰形象优化。前往游戏内赛事专区及王者营地，即可切换无障碍频道，云鹰带你看直播。王者游戏内赛事专区精彩时刻回放功能现已上线，回溯比赛进程，精彩时刻双屏展示。现在进入游戏内赛事专区，选择全屏即可体验。永恒荣耀，一起走新路。7月21日至8月20日，2021年 KPL 秋季赛武汉 ESL Pro 冠军道具新星燎原冠军回程宝箱、突围宝箱、击败宝箱限时上架，进入游戏内赛事商城即可购买。喜欢的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了。2022夏季赛事战令持续开启，全新升级等你来参与。大家可以前往游戏内王者营地赛事专区或斗鱼998直播间参与赛事战令玩法。百里守约、逆光新生、星源部件、赛事战令专属头像框、播报、回声等海量好礼等你来拿。好，今天来到了第二场比赛，其实我们是特别期待的，因为这场比赛我们看到海报上，对吧，少见的两位教练成为了主角，今天也是很多观众关注的重点啊。一会儿也可以跟大家着重聊到两位英雄啊，不知火舞和金蝉的一个故事。在之前呢，还是可以跟大家回顾一下目前 S 组的一个积分榜的一个情况。其实两支队伍现在的狼队成绩要更有优势一点嘛。对， TDG 的话是也是状态时有起伏吧。对，但狼队的话今天如果比赛赢了的话，他就确定进入到一个胜者组当中，对，包括加一个挑杯的资格，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呢，这场比赛还是非常重要的。赛前刚刚看大号王好像 ESL Pro 对他们的这个信心特别的足，因为最了解你的总归是你的对手嘛。是，对其他队伍的我感觉的评价有点玄学的部分，什么发色都有了。那包括我觉得最近的这个成绩可能也是关注的一方面，包括两位教练的一个沟通。你看我们在赛后的这个，我们在这个背后的大屏上模拟了，我们导演老师模拟的他们的这个交流啊，这个说这个两个人关于不知火舞和金蝉的讨论，更多的引用的是这个张凯老师在这个微博上自己的一些观点。他表示看到这场比赛他整个人燃起来了，是不是他要学，他学明白了。你们觉得这场比赛真的会出现这样的对决吗？不会，真的有人以为他不会吧？就是很怪，你知道，其实我跟你讲，就很多队伍很坏啊，就很多人遇到火舞，他有很多种去打火舞的办法啊。但是只要打 TDG 看到火舞就要选金蝉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我跟你讲，搞你心态，大家主要是粉丝朋友们害怕啊。你要是赢得多了，我觉得也信。你比如说狼队，人家就拿着赢了，那我觉得狼队粉丝倒还好吧。其实我是觉得，火舞这个英雄啊，可以红色放血，你知道吗？红色放血不着急，因为你不是，因为其实很多时候，因为这样的，你第一轮的班位啊，你很难有人说 OK， 我第一轮把个金蝉搬掉吧？啊，你告诉我，对吧？怎样？不可能吧？还是说，而且你搬个金蝉，啥子都知道你要用火舞了，所以一般来讲的话，你蓝色方拿了，红色方可能出金蝉。对，如果我红色方三楼选了，我第二轮班位直接自己操作，对你不就完了吗？对，其实这事很简单。对，那另外我们想想这两名教练在之前 BP 的可行性啊，因为观众很关注这个点，今天感觉也是热搜的高频词汇了。哎，就聊聊说这个怎么选，能到底能不能打？张凯老师给出的建议是，我选多突进。啊，你们觉得这个阵容合理吗？这个其实挺合理的，因为其实之前的话，武汉 ESL Pro 是有用过这种打法，就是说我不光火舞一个人突，我大家一起突，你总归只能框一个。这事儿这样的，要么就多突进，要么就像之前狼队那种多 poke， 多 poke 就是要么你就摸不到我，要么我就突死你。其实单点英雄克制，我一直想跟大家说的观念就是，我不觉得金蝉火舞有那么，就是大家开玩笑闹着玩，不知回凯可以啊。但是你不能真的觉得好像就是他没办法，因为英雄克制就还好吧。难道一个阵容克了个火舞，其他四个英雄就废了吗？就是这样，我们比赛是5v5啊，对，是1v1，他不是单挑，他不是单挑，你确实打不过。你什么意思？今天出来之后来金蝉火舞中路打一波，谁输了谁结束嘛？没有这个道理、啊。当然了，我们也理解啊，尤其是广告 TVG 的粉丝小伙伴们，确实是害怕，对，不能不害怕。确实以前的这个案例太多了，那包括我们说的这种打法，今天两个教练其实在赛前有互动，比如说这个黎洛老师发了个微博啊，今天你喝了吗？小来自微博网友小黎洛洛的一个内容，他的意思就是两个教练都很喜欢喝点什么嘛。那今天这场看看到底谁脑子更清晰一点。我也在下面评论了，他说这是脑力的对决，脑力的对决吧。
你觉得怎么看？这不是亮的对决吗？而且我觉得这两名教练他们在 BP 最近其实都是有一定创造力的。其实重庆狼队他们第一局赢武汉 ESAR Pro 那个阵容就很有意思，很复古。其实那种三 POG 阵容我们就很久都没有见过了，墨子配百里守约是要有创造力一点，就那套阵容正常拿出来其实在这个版本是不好打。因为是这样的，就是带大家回大概回顾一下他那个时候的思路，他是用了一种这个大家的惯有思路，我选了火舞你就要套金蝉，然后呢你的开团能力又比较弱，你又不能强突我，你带线又带不明白，我正面一个蒙恬你没办法。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样的啊？就是凯凯心里张凯也想过，就是我其实也有这套阵容，我不用出来，就是我想留着后面再用。哇，你真的是爱凯第一人，你给我暴露了。我这每次就顶着他选出来，你以为我不知回凯，你不知道我这大气层在等。李俊老师，你囤了多少张张凯的卡片？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？大家不是都不想要吗？可以给我，对吧？你比较看好他？我只以为那是隐藏。我觉得我跟你讲，我其实不相信的什么，张凯作为一个不是吹他，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很有经验的教练，对，没有人就是死磕的。我觉得他肯定有他的想法在，就是不是说帮他洗，我就觉得他应该也有一些去。你经常克火舞，你总有东西克金蝉的嘛。他一直没有拿出来是为什么？他真的喝了吗？不可能啊，对吧？我觉得他总归是有点什么办法的，没往出用的。张凯单推人，我发现了。陈伟老师，你觉得今天会出现这种对局吗？我觉得你们太注重点对点的一个克制了，还是要关注在这种整体上，忽略了其他四个人。那其他四个人，其他四个人上不了热搜啊，我能上热搜？就是张凯老师只要这么选。底下就有1.6万人劝他不要这么选。对，这只要这么选，大家都忽略了其他八个人的选择，就看这两个英雄了。对，但是我觉得，今天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的去思考一下，看看两个教练在这一轮到底是用着什么样的心理再去博弈，到底会组建什么样的套路和阵容。刚才其实陈老师说的很好，说，阵容不是说只看他俩。还有别的很多关键选手的发挥，比如说小胖和不然，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打野对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。这两个选手，特别是小胖上来之后，我跟朱峰前段时间嘛就聊过一次，他们上来之后，他们的整个风格有点不一样，他变成了真正的大核。以前打四一的时候是打野位单带，然后这个打野位参团，射手补经济。现在的狼队变成了射手参团，打野补经济。然后他上来之后，整个队伍的变化是在 BP 方面，他会要求整个队伍可能是更去帮助他一下野区，在上半区会做得更强。而且其实小胖他其实更多的是打一个开团，其实很多打野的习惯是打一个收割，但是他是那种机会主义者，我看到机会我就要上。他是自信主义者，对，所以看到机会他不会怂。但是就是打，我就觉得 TDG 跟他打，其实还是要把注意力都往上半区放，就是他们这个队伍在他上场之后的重心往上半区偏移的更多了。是，那两位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数据上的偏差？我们看到这个，比如说击杀参与率，他们在 S 组同位置的选手里面，分别是最后一名和倒数第二，也就是说他们相对来讲，是单人行动的那一边。这个我是没，其实我没想到，我说实话，我没想到。你觉得他们参与度应该是高的，在你？对，因为我觉得一个是喜欢先动手段，不然也不是一个很单带型的那种选手。但是小胖给我的感觉，其实他是会给到对面的一个打野压力很大的一个选手，其实他的一个打野对位竞技差是很高的。是，所以我觉得在两个队伍现在打野位承担的任务也不太相同。我们在赛前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重庆狼队的先导片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这个赛季就从第二轮开始，每个人的话一个人状态不好，然后团队他就会出现问题嘛，有点原地踏步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没有把握100%能战胜他们吧。我觉得现在队伍状态起伏比较大嘛，这也是我现在思考和想要解决的问题，要怎么让自己更快的恢复，更快的去调整自己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压力的。庆狼队上的小胖，一切都是未知数。夏明跟小胖的话，你是换上场了吗？因为本身我们几个人，三个人就比较丧嘛，因为输了很多场了，士气肯定提不上去。他们来的时候的话，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正能量吧。渴望回到这个赛场吧，然后比较激动。当时我们还开玩笑说，一年之前也是我们十个人，一年之后又是我们这十个人，结果这次就被3-0了。可能也是没有适应赛场吧，因为小胖也是新上场嘛。其实我们本身的实力其实是在的，并不需要怀疑自己，所以我们第二场就调整得特别快。但是身上有一个盾，再来软技能，再 A 一下二技能跟上输出，自己有个复活站起来，但是被手势大家规矩做一下，再来软又是一个抢，把一局的辅助攻给收掉，自己还没倒。他能把场上的那种信息给聚合到一起，然后会想着下一步会去怎么做，他的反应力很快。
大家变得越来越积极了，都会主动的相互去沟通，相互去交流我们之间的配合问题啊，我们之间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去打得更好。想要去拿冠军的话，我觉得在这个常规赛觉得磨练多一点也不是一件坏事，在最后两场的比赛中把自己的状态找到，因为后面的话每一场都是生死战了。我觉得想要回到巅峰状态的话，大家每个人都不能松懈，只要心在一起，我觉得我们状态就能保持得很好。每个赛季其实都是想夺冠的，都是会往着冠军去冲的，不管最后结果如何，目标肯定是冠军。好，欢迎回来。其实在视频当中我们看了蛮多信息的，包括说我觉得两个点吧，第一个说一个是项羽和小胖的回归好像给他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气氛，调节了一下自己的心态和变化。对，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要回归之前的一个巅峰状态，其实这五个人手法都不差的。那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到小胖的个人能力，他现在好像还掌握了指挥的能力，他得找到自己之前那种就是无限猖狂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说实话，他的打法就这样了。他在场上猖狂不是一件坏事，当然，不是让他在，不是说下面猖狂，就是在场上下面野区一定要猖狂，就是他的野区要再猖狂一点，找到那个状态才能发挥他以前的那种杀伤力。是，所以今天这场对决我们也是把期待值拉满了。好，具体比赛如何，把时间交给杰士奇。